据韩媒，43岁演员车清华将于10月27日在首尔与年下企业家男友结婚。因男方非艺人，所以经纪公司对婚礼详情并未做过多说明。车清华曾因《哲人王后》崔尚宫一角提名白想最佳女配角，她还曾出演《爱的迫降》《今生也请多指教》《釜山行》等多部影视作品。提到崔尚宫，肯定会想到《哲人王后》的名场面，在竹林中心呼喊妈妈。车清华最早是音乐剧演员出身，从2005年开始演了5年音乐剧，才在2010年接到电影演出正式出道，拥有后世的唱功。后来曾受邀在《蒙面歌王》演唱，在剧中演小配角及甘草人物的他，极好的歌喉和唱功吓傻现场来宾。祝他们。